现在这个是加会员的步骤啊，加新的会员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图关掉，我就去这个加新的会员这边，然后这边有几样东西要填罢了，就是手机号。不过如果手机号你不填也没关系，最重要是会员卡号、姓名还有性别了。然后卡号的话，你就拿那个卡 scan 一下，然后号码出来了就填他的姓名，还有选他的性别。哦 ，F 是女的 ，M 是男的了，以此类推。然后按 OK， 那个会员就加进去了。